情痴来过日子，有时拢甲嘛未欢喜。君带来的歌曲是《酒干倘卖无》。请讲评。玉君的这首歌呢，就是个大歌，真的，这首歌一出来呢，就是要杀人见血的啊。所以你这整首歌，我觉得前面你还稍微有点顾忌，这顾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你从中段以后，整个就大爆发。所以我讲好看的地方在哪里，就是一个是从内敛到爆发，一个是要处处都要呈现出那种有创意，然后呢非常有能量的一种表演的方式。所以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评，我不知道怎么评，可是 这一关应该是非常至关重要，交给其他三位啊。大家稍微啊，你好，来，咱请雅文老师讲评。这不坏代志。所以我觉得怎么讲，我应该讲哦，贝啊，你的声音让我听了，我是实在是
很棒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美了。然后你们两位都太会讲故事了，这两首歌都是爱讲故事的歌，讲故事的歌最难唱，非常难唱，但是你们把故事讲得很美，你们将里面的故事呢用自己的方式，要轻巧也好啊，细声气声，或者是对的呢，那种呢好像轻声细语又一下子又很宏大的那种气场又出来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，所以我也觉得今天这局最好看。